原标题，它是农民运动的旗帜，甚至曾发动了一个县城近三分之一的人参军。要说对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最突出贡献的学校，那必然就是黄埔军校。黄埔军校的名气想必许多人都是听过的，这所学校教出了数不清的优秀将领，其中很多人都成为了国共两党的优秀将领，在抗击日本侵略时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。其实军校不仅仅只有黄埔军校，还有云南讲武堂等学校。这个学校的名气不大吧，但就是比较特殊，这个军校出来的人后来都到了黄埔军校，自然不是做学生，而是做老师。朱将军就是从这个军校毕业的，而陈其寒，朱将军的师弟，也是从这里毕业的。其实单说陈其寒，许多人可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，但是他的名气在革命时期真的挺不小的。在革命前他还当过营长，因为受不了旧制度对百姓的迫害，也受不了旧制度中军队的腐朽，他选择了离开。而离开以后，他就跟着孙中山一起革命，贡献巨大。陈其寒的战斗经验是非常丰富的，打过不少仗，他有自己的想法。先是投靠了孙中山，但是发现了国民党内部的大问题，特别是国民党当时已经有了很大的缺陷。孙中山在的时候还好，国民党还比较团结，孙中山一去世，国民党内部就乱透了，因为对国民党的理念并不认同，陈其寒选择了离开。而他去的地方正是我党，他还进入了黄埔军校任职。在黄埔军校执教三期的他已经培育出了不少优秀的将领。陈其寒后来就加入了红军，在朱将军手底下做一个参谋长，但是起义却是失败了。南昌起义的确打击了这名将军的自信心，他于是便回了老家。而回到老家，他也没有忘记过自己的使命，选择了宣传共产党，积极呼吁周围的人加入共产党。当时整个县城也就20几万人，但是在他的呼吁下，三分之一的人都选择了加入共产党。由此可见，陈其寒确实是一个人才。而毛主席也曾经到了陈其寒的老家，承担了他的工作。临走前，陈其寒还给毛主席筹备了大量的资金。不得不说，这样一个优秀的将领能到我党中，也是天佑我党。这样一个优秀的人才必然是受到各方势力争抢的，蒋介石就曾经争取过这个人才，可是失败了。陈其寒绝对不是一个卖主求荣的人，蒋介石这么看重他，但是毛泽东却没有重用他，没有让他做什么重要的工作，只是让他管钱。其实让他管钱还是毛主席点名要的。众所周知，钱的多少有些时候可以决定整场战役的胜负，可见毛主席对他是十分信任的。1933年的时候，陈其寒当过东北战区的参谋长，负责协助指挥反围剿行动。而就在这时候，陈其寒却被指出贪污，而他到底是否贪污，真的需要怀疑吗？单看毛主席对他的态度就知道了，这样的一个人绝对不可能贪污。后来他的工作就一直很不顺利，事业上的暂时落后并不会让这个将军意志消沉。其实当时毛主席的工作也不太顺利，当时毛主席要出去办公或者执行任务，都是陈其寒负责管后勤，两人之间关系还是很深的。在解放战争时期，他也曾经立过大功，甚至是在1949年还成为了江西军区的司令。在面对国民党的顽强抵抗时，歼敌40000，让国民党元气大伤。虽然立过不少大功，但是陈其寒却从不因此骄傲自满。后来平定军衔，陈其寒并没有觉得自己功劳大就申报上将，而是申报了中将。
只是他的优秀是中央领导人看得到的，最后他还是成了上将。陈其寒本人一生看淡名利，年轻的时候就是以革命事业为重的，他一生的最大目标或许也是让中国屹立于世界之上。其实很多时候上面给他安排了职权，但是他却不一定接受，因为名利对他来说一文不值。陈其寒对国家的贡献是无法替代的，特别是他积极发动农民运动，在赣南赣东都曾经有过突出的贡献，毛主席给他的称赞也是农民运动的旗帜。陈其寒对革命的贡献是无法替代的，他的能力是很多人都比不上的，他是一个善于跟群众沟通的人，还是一个善于管理财务的人，甚至他的军事才能也不一般，还当过黄埔军校的支教导师。或许仅仅是给他一个上将军衔还是小看了他。陈其寒虽然名气不很大，但绝对是开国的一大功臣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